我是刚换列车长的110年，3月16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一线双连站，7:49的排车是1390，开往象山的高亮线观光，我是卷列车，有 C301 型单缸老板，以及开往淡水的 C301 型。二月台列车往象山，往象山。03403编制，单缸跑班，开往象山。10月16号，双连站驶离，7:50，明天晚上再见。